角高，啊，地角高。啊，这是一个圈组，这是一个圆圈，比较高，啊，就这样的。那么你看看这个，接下来讲是这个，你看这个就是玉璧组，刚刚出现的玉璧组，就是升堂啊，升堂以后的，啊，升堂以后，到了这个中堂啊，唐代中期以后啊，它的玉璧啊就宽了，以后呢，它的主也挖越大，越挖越大，就挖成个玉环组，玉环组以后呢，它就成了这个金杯组。这个就有点金杯组，但是不明显，这个是不明显，它的金杯主要是往外撇出去，这个呢已经到了这个北宋初年了，已经到了花纹也比较散了，叫北宋初年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幻灯，再看看幻灯，这个再往下，这是那个，这等等，它是自己跳的吗？这个是一个香薰，这个香薰呢就是五代时期这个吴越王啊，乾元观里面一个国王，吴越王这个一个国王之一，他的墓葬里写的月窑青瓷镂孔香薰，这个呢是这个绛彩，实际上呢不是绛彩，是它是金彩，它是叫金银饰陶器，用金做的彩，金掉了留下来的痕迹啊，留下了一个绛色的痕迹啊，像这些啊，它那个镂空装饰，这像这样的这个玉窑青瓷呢，就是非常的宝贵的，就是国家的这个差不多定到一级国宝了啊，这样的东西啊，再往下啊，晚上到五代，北宋初还有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北宋初是啊全族多，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罐子，这个是晚唐时期的。啊，这是一个也是晚唐时期的啊，一个横柄流啊，横柄流。这个大家请各位注意一下，就是这个幅度啊，就是这个柄呢、啊，这个安的很有讲究的。这个像这种晚唐时期，一般啊，盛唐时期啊，或者盛唐初唐到盛唐，它那个只有这么长，这个流这么斜斜的啊，有一个斜口。有斜口这么斜下来的，这个呢就到了这个晚唐了。到了晚唐，你看它的变直，变成流菱形。凡是出现流菱形的，这个六菱形、六个菱形或者八菱形的这个这个流或者这种现象，这种装饰现象，那么这个就是晚唐到这个五代时期的，晚唐到五代时期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横柄，出现横柄呢，在长沙窑啊，在其他的六州也都有，这都是。晚唐到五代时期最流行的，晚唐到五代时期最流行的，对吧？那这是一个魁窟型的连瓣碗，啊，这个连瓣碗啊，魁窟碗，这个呢是这个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，啊，都非常流行的，这、就是一般的这个，而且这个釉面呢，它有一些所釉现象，啊，都是这个颜色，用带这种草绿色啊，用草绿色。啊，这是一个五代的一个刻花的刻的龙纹，刻花的一个龙纹，也是一个贵族墓葬里出来的，它这个是雕塑的，这不是唐代的，或者唐代晚唐啊，非常的晚的。啊，这个是比较早的，这是隋代的，啊，这是隋代的，隋代的呢白瓷也有，那么青瓷呢还比较少，这是隋代的，它这个雕塑的，等一下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就跟我们这个差不多。跟我们这个差不多，是不是？跟我们这个差不多，他就把它放大了，扩大了。对，你看这个是报废了，这个报废了，它的右面出现了窑毡，出现了这个窑毡，出现了就是那个螺渣，就是那个窑里头那个渣子挪到它上面去了，跟又粘起来了，这个就促使它报废。那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嗯，等一下，这是枕头啊，这是唐代的晚唐时期的这个枕头。晚唐时期的枕头的用途啊，主要还是殉葬用的啊。殉葬，它在墓葬里出现呢，它是放在这个死人的这个枕头的旁边，它并不是枕到枕头上。它就说人死了嘛，要安息嘛，那么要睡枕头，所以他们弄到这个枕头。所以唐代的枕头也是做的很小的，
就做个一点点，就差不多十公分的样子的啊，名器放在石边上的啊，是边上的，是吧？那这个是一个扣盒，这个扣盒，这扣盒呢，以前呢是写有的写妆盒，有的写妆盒化妆的化妆品，但是有的那个扣盒啊，你说这么小还可以化妆盒，但是有的扣盒啊，大都有十公分大的，像这个扣就很大，这干什么用的？比如说这个扣盒干什么用的？知道吗？烟纸啊，烟纸哦，那你那个烟纸啊，就是那个烟纸，你擦那个脸，那个擦的一厚，烟纸，哎，不疼的，啊，不疼的，干什么？冷静，不疼。唐朝饮茶呀，他要品茶，品茶呢，他那个是那个茶叶摘下来以后啊，他是把它蒸的，蒸一下发酵，然后把它压成茶饼。把它压成茶饼呢，然后它那个知识分子啊或者朋友之间呢，他要你的茶好还是我的茶好，那么他把那个茶呀、啊、要在眼薄里面把它碾成粉末，就像一些日本饮茶一样，碾成粉末以后啊，然后朋友来呢就把这个茶叶盒啊放着，他就带在身上，那么把茶叶放在那里以后，然后把瓷碗拿出来，在那在就研一酌茶啊，研一酌这个茶叶沫沫就放在这个碗里的，就烧水。烧开水啊，烧那个开水啊，不像我们现在烧开水、啊、烧的滚开的水啊来沏茶，他那个烧开的烧的那个现眼初开啊，螃蟹的眼睛现眼初开，就是螃蟹的眼睛刚刚睁开，就是那种就是刚刚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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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把那个茶叶就冲上去，冲上去呢茶叶就冒花啊，所以就冒花叫茶花啊，就冒花，看你的花多，看你的花好，那么你就胜了。还有你的茶叶啊，在这个在这个晚上留下的痕迹，留下的痕迹多，留下的痕迹多啊，你就是胜了；留下痕迹少，你就是啊，你就是输了。那么唐代呢，还不是斗茶，那那个是等输赢，那到宋朝斗茶，唐朝呢就是啊、就是这个品茶，那、大家你一碗我一碗，大家来。所以他的他这个形成一个社会风气了。这个社会风气呢，他也叫装这个茶叶末，所以就做了这个盒子。因为有的盒子，你说做粉还蛮大，做铜镜又不够。做胭脂盒呢，也实在是太高太大，所以他是就做那个装那个茶叶末，装茶叶末，然后把它装起来，然后把它布起来，放在他们的口袋大嘛，还是放在走，怎么扶着走，走了一样，今天来品茶，请品啊、大家，大家来，那么冲茶现眼初开，那你的茶怎么样？我的茶怎么样？唐朝呢是品茶，到了宋朝就斗，就赌输赢啊，就赌输赢，所以这个瓷盒啊是来装茶叶末的。啊，是装茶叶末。考证过吗，李老师？啊，考证过吗？考证过，这绝对考证过。有那个有在日本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中国的茶具》。我们中国到日本去这个办了一个茶具展，办了茶具展呢，其中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写一篇文章，是这个中国的茶具的发展。那么其中就提到这个，我是呢写的这个。中国这个饮茶风尚和瓷器的关系，也是一本书，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。那个书上啊，都有这个考证。考证呢，那是有茶叶末啊，那种。这个宋朝呢，你像这个这个越窑也有茶展，还有呢就是那个建窑黑茶展，济州窑的黑茶展。那么它的黑茶展呢，就是比较多的。但是宋朝就有一个人，他不愿意用你这个，他什么那个茶叶末，他我看他不好，就是范仲淹，范仲淹呢，他不听的，他泡散茶，他就凑一桶那一桶，所以泡散茶呢，从范仲淹开始慢慢的就一直到现在，明朝以后，这个茶叶末那个从来就不要了，就泡散茶，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泡散茶，那个泡散茶呢就。说这样的壶要小，就现在福建人泡散茶，那个茶呀，哇，那伸进水里，伸进，然后那个水往里面冲啊，那个水呀、啊，这个茶呀，那个缝中间，然后呢，大家来品，大家来品茶，那泡散茶，啊，泡散茶就讲究小壶，叫做这个味不涣散，香不耽搁，啊，用散茶。那么这个呢，是这个当时的品茶啊，流行的
这个查清账上。那这是啊，这是跟瑞士的啊造成，啊，这个到五代时期了，明明的。啊，这个是基督徒的北方的。现在我们再跟各位啊介绍一下这个女友亲子啊看电影，看那个电烧窑具。这个电烧窑具啊，这个底下啊跟电烧窑具啊，它跟这个帮助我们判断的时代啊。这个电饼的痕迹啊，这个瓷器上的这个电饼的痕迹啊，电饼的痕迹。啊，电饼痕迹啊，来判断时代啊，电饼痕迹的判断时代啊。这个呢，这个我们呢就啊，这个包括我们认识它的时代和辨别行为啊，都会带来很多的帮助，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。鉴别痕迹，从小鉴别的痕迹帮助我们判断时代。小鉴别痕迹判断时代啊，小鉴别的痕迹呢？小鉴别啊，小鉴别的痕迹啊，从那小的鉴别，小鉴别啊，这个痕迹啊，判断时代啊，判断时代啊。这个小电饼痕迹判断时代，这是啊，我们不是讲了那个瓷器啊，它那个烧的时候啊，它那个底下要垫那个要垫一个小电饼，它装到一个匣钵里头啊，要放一个小电饼啊，就这个电饼，这个电饼痕迹，这个底部是这么一个底部。那么南朝到初唐，南朝这个东西哪个朝啊？南朝到初唐。南朝到初唐啊，它那个呈的圆球状，呈的圆球状。啊，它这个电笔痕迹是这样的，里面是三个呈圆球状，啊，圆球状。那么这个初唐啊，这个啊，初唐到盛唐，初唐到盛唐。到盛唐啊，它这个电饼呢、啊，它这个电饼呢、啊、是蚕豆形状啊。到初唐到盛唐啊，这个不是，那个南朝到初唐是那个圆球状。那么盛唐到这个中唐，盛唐到中唐啊，它这个电饼的痕迹啊就是蚕豆的形状啊，蚕豆形。生长是蚕豆形状，就是这么样子。它这个在底部，有的在全足上面，有的呢没有全足，在全足在那个啊底足在底部。那么它是蚕豆形状，浮动就四川叫浮动，就浮动形状。那么有的呢它靠近边一点，有的靠近这边一点，你看有的在这个边上一点。它这个一圈，这是福，四川叫福豆，这个北京叫蚕豆。那这个我们这个浙江和江苏那边那些朋友，你们叫什么？蚕豆，对，就是蚕豆形状它那个形状是蚕豆形状的蚕豆形状。那么这个中唐到晚唐，它那个形状呢是松子形松子儿，就是北京呢买的那个松子松子的形状。盘了一圈叫松子形
叫松子琴啊，它是这一圈当中的一圈叫松子琴。对对，中堂到晚堂啊，中堂到晚堂啊，中堂到晚堂啊，中堂到晚堂。那么它是豌豆形状，它是豌豆形。晚唐到五代，晚唐到五代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晚唐到五代呢，就是豌豆形状。豌豆圆的，小圆的，就像我们吃那个豌豆啊，这个圆球，小豌豆的小圆球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豌豆现在看到是圆具，豌豆球也不好吃，豆豌豆是圆球的，它小，蚕豆呢就是比较大，蚕豆呢差不多这么大嘛，就是糊豆，糊豆差不多这么大嘛，就这么大，方方的。松子呢是尖的，上面尖底下圆的，跟我们吃的松子一样，豌豆是小的。那么这个到了五代到北宋啊，五代到北宋啊，这个五代啊，五代到北宋啊，这个五代啊，五代啊到北宋。五代到北宋呢，它就是这个断条形状的，断条形状啊，断条形状啊，断条形状，这个这条形呢，它不连贯的，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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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种东西。那当这张是一起杀了，长条形，长条形啊，这断条形状的。那么就是啊，北宋中期以后一直到南宋，北宋中期到南宋，一直到南宋到最后结束，到这个南宋初年呢。这个瓷器啊，这个越窑瓷器就没有，就消失了。消失了，这是一个圆环。哎，它自己的。哦，自动播放。是吗？哦，它。那么第五一点呢，就是这个甲骨桶啊，它造型不像。不如烧，它不用电笔。它不用电笔呢，在底部啊撒一点沙，然后撒一点草木灰，它就放到一个平板上就放下去了。对吧，那所以呢，它有的这个新做的这个瓷器啊，特别是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环底器啊，或者盘类的器物啊，一个店里都没有。所以它烧完了以后啊，把那个草木灰一马上拿掉了，但是偶尔上面沾上一点那个，沾上一点沙粒。所以这个啊，底足沾沙粒，没有电笔痕迹的，这做的十分精美的越窑青瓷，那个是假的，啊，那是假的。大家千万不要上当，因为现在啊，越窑青瓷啊，各种模样的。啊，做的比较多，而且越窑青瓷的价钱呢也比较贵，也比较上扬的非常厉害，所以我们供大家参考。现在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啊，这个皇宫贵族所专有的，平民阶层也有。因为在河北省的平陆县呢，有一个小墓，小的很小的一个墓葬，它出土了精细的白瓷，这说明呢，它这个白瓷啊，在劳动人民当中，在哦不是。在这个平民阶层啊，这个平民阶层就是这个啊，在这个平民阶层，在这个平民阶层呢啊，也开始使用，开始使用啊这个。那么这个秦窑白瓷啊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是秦窑的钧瓷啊，这个大家都认识，这是比较典型的，而且这个跟那个斯里兰卡流行的那个钧瓷是一样的，那个上面是一个杯口型的啊。水果型的这个碗，是一个口，再往下，啊，这是一个北秦窑白瓷四耳罐，啊，秦窑白瓷四耳罐，再往下，啊，这是秦窑白瓷啊一个三足盘，它完全体现了一种北方的这个器型，
北方跟岳阳形成完全不同，同一个，就是它是一种这个阳刚之美，粗厚、粗犷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是这个邢窑受邢窑影响而发展起来，荷兰的那个，在荷兰省的那个啊，这个文津县啊，文津县文津窑啊，它的出现。那个窑是我们在那边去调查的时候，在一个水泥厂旁边发现，它呢就有这种瓷器，这种瓷器呢看起来有点像邢窑，但实际上呢，它跟邢窑有这个差别。啊，这是一个花骨瓶，这个花骨瓶上呢肯定有字，这花骨瓶上面肯定有字，啊，它肯定有字，它那个是有啊，有商业广告性质的，有一行字，有一行字啊，就是一个花啊，它在这个一行字啊，没有显现出来，这行字写的呀、啊、是丁大刚卓平大好，嗯，哎。他是这个，他有一行字啊，他写的这个啊，丁大刚卓平啊大好，他就是说这个是邢窑商业意识增强，他就是带有一点宣传性质的，带一点广告性质，他把它刻到这个瓷器上面，这个啊跟南方的这个长沙窑这种上面写文字啊。这是相反的，这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呢，现在来鉴定真假，鉴定真假。这个邢窑瓷器的这个加固桶的特点，邢窑瓷器加固桶的特点呢，主要的表现到在是这个五个方面的特点啊，加固桶五个方面的特点，就是有一部分的加固桶的这个瓷器啊，它的原料粗，口径也比较粗。它的这个原料没有精细加工，这个跟其他的加工桶啊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工艺上的质量比不上邢窑，工艺上的质量啊比不上质量啊、比不上邢窑，这个胎体的表面啊没有真正邢窑的流动化感，没有真正邢窑流动化感，而且呢颜色普遍发黄。有点土里土气的样子啊，这个像这样的这种这个瓷器啊，而且呢烧结的程度啊也不太好，烧结的程度啊有点好像没烧熟的样子，因为没烧熟的样子，这个这种瓷器啊在北京古玩城的这个古董铺里面出现，这个据他们说啊，这就是河北省啊就烧过来的，现在烧出来的啊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另一部分呢，就是有湖北省呢，原来是临城瓷厂，临城瓷厂烧烧的一种仿古瓷，就是由这个他们的第二轻工业局下面呢，就有试验室，一个试验室啊，他们试烧的这个邢窑白瓷，他试烧的邢窑白瓷啊，他们是在那个这个邢窑白瓷的这个。唐代取原料的坑，原料花的原料坑边呢，采的那种泥土啊，拿来做的还比较精细，做得很精细啊。它有很大的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细的过分，它不上化妆土。这个邢窑白瓷啊，大多数要烧化，要上化妆土，只有到了这个中唐的时候，唐代中期、中晚期的时候。质量提非常高的时候，邢窑白瓷才不上化妆土，但是它这些东西啊，你这些啊，它是包括初唐的、盛唐的，它是这个，它都不上化妆土，因为它是用现代技术做的，它不是它是用现代的加工工艺做的。再一种呢，就是用现代白瓷，现代的瓷土，就是用我们一般的这个瓷厂现代用来烧这个。供应市场的瓷碗、瓷盘，这些东西的原料做的，所以呢，它的质感上啊，没有古瓷的这个质感，完全是新瓷，而且呢，它这个颜色有点发灰。就是我们在河北省呢，在河北省开会的时候，河北省在石家庄啊组织了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，也是国际会议，当地的这个。
仿形窑瓷器的工厂啊，要挤进这会来，挤进这会来呢，条件呢就是跟我们每一位代表啊送一件白瓷，送一件形窑白瓷啊，仿形窑的白瓷。这个仿形窑的白瓷啊，刚一拿出来是看的时候非常的像啊，非常的像，大家争着要，争着要啊，有的还要两件，有的说要两件。结果呢，他们这个厂方啊非常高兴，你们要的越多越好，反正一箱一箱的往那给我们抬，抬了一下，我们看了很像，我们真实像，啊、抬也很细，但是后来仔细你看拿过去啊，放到屋里以后啊，仔细出来看呢、啊，看到假象弄出来了，但是颜色发灰，颜色发灰，真的形窑啊，它有高档的，有这个低档的，无论是高档的还是低档的，它的白啊，就白的比较正。如果它那个比较低档一点呢，它是发黄，它是微微的有点发黄，就是、啊、不是那么很纯正。但是现在这个瓷厂做的这个，它这个精细白瓷啊，它那个颜色白太发灰，而且非常的硬朗、啊，做的非常硬朗、啊，烧起的非常的好。我记得有一个台湾的代表，就跟我说李先生再跟我要几件，再跟我要几件，然后就送给，然后就送给，结果我们就去要回来，要那个人呢，反正你就要啊。我们走过去要他非常大方，拿吧拿过来一看呢、啊，就是做得很好，但是经不住看，猛一看很像啊，细看呢不像，他就是他这个做的啊很精细，非常的精细，一点都不差啊，一点都不差，特别是釉啊也比较细润，而且很光润的，但是很重要一个特点是发黄灰。颜色发灰，有点那个不正常的样子啊，不正常的颜色发灰，这是这个甲骨铜的啊，这个第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这个台体的特点。台体的特点呢，就是三种台体，一种呢就是那个粗糙的台体啊，这个加点沙子，粗糙小作坊做的。一种呢，就是磁场做的实验室做的，它是在那个邢窑的窑子里面去捡那个唐代的开采窑，开采这个磁场剩下的磁场做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它那个做的加工过细，加工过细，颜色也不够正啊，加工过细，过于精细了。那么第三一种呢，是现代磁场做的，现代磁场做的就是很细腻，颜色发灰，很细腻，颜色发灰。这是台体上的啊，台体上的特点。在造型上的差异，造型上的差异啊，也是经不住这个啊，也是经不住推敲。就是猛一看呢、啊，很像，但是经不住推敲。它的口部、颈部、肩部、腹部、顶、头部部的结构啊，它都不符合于那个啊，不符合这个啊整体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安排，不符合的安排。所以它在这个结构的安排上失真，结构的安排上失真，而且这个失真呢要很细心的体会啊。我们往下看啊，这是一个啊这个壶瓶啊，光头的一个壶瓶，再往下看啊，这是一个形窑的吧，这个形窑的白瓷碗啊，这是这个高北度的吧，它的釉呢，你看釉已经有流动啊，釉已经有流动，不过它这个碗呢是很再往下看啊，这是二碗的底部啊，和头部这样好。这是双龙针，这双龙针呢、啊，它是也可以作为例子。这个形象当中是一个楚北瓷，一个楚北瓷的。这双龙针呢、啊，你看这个是真的啊，你看它这个造型呢、啊，它是一个啊一个莲子形的啊，一个莲子形的，做的很漂亮，很体面。但是呢，它啊。就是在这个颈部啊，颈部有的太短，你看它这个颈部啊，全部是四条，它有的只有三条，有的甚至只有两条，那个颈部啊比较大，它更致命的要求，更致命的那个特点没掌握好啊，就是这个柄，就是这个柄，这个柄呢，因为大家看它的很比较含蓄的，它是比较注意收，注意这个收，而不是注意放，它的你看这个张弛啊。张弛不大，它是一拱上来以后啊，一个弧度它很快就往里收了，上面呢做成一个隆起，然后慢慢在那个，因为它的那个速度啊，跟那个
这个普比啊在一个平行线上，相差非常的近，相差非常的远啊，相差非常的近，就是不是它的很远。这个甲骨董啊很重要一个特点呢、啊、就是它的幅度张弛的厉害，张弛的这个口边啊它们张下来啊，这么张下来，首先这个造型结构上啊它是不对，造型结构上不对呢，有的呢他不知道后面还加个柄，加三个圆柄，他不知道这个，这是仿照波斯的这个银器金银器上面的锤打效果，锤地效果做出来的，那么很有金属味，很有金属就是这个浊气，就是金属重气的感觉。那么它这个以张扬这个本来啊，你看它这个器物它分成两半，一半呢在下面是实的，一半呢上面是虚的，如果没有这个两个柄呢，就上中上轻下重，比例失衡，如果它加上那两个柄，这加上两个柄呢，它也使得上下一量啊这个跑得很均衡，一种平衡的美。那么平衡的美啊，现在说做甲骨的话，它的这个幅度啊出来了，张弛出来了，这张弛出来了以后就散了，所以它这个器物就不像了。但是这个现在啊，这个东西多得不得了，在这个我看到在南京啊、杭州啊、这个北京啊，尤其是北京古玩城啊，十个铺子里面有那么三四个、四五个铺子都有这个卖。我这个劝大家，十个有九个半大概都是假的，九都是假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去动它，它这个几乎没有真的啊，几乎没有真的，很难得有真的，那个价钱就非常的贵。价钱也非常的贵，现在北京古玩城呢，它在古董上有一个做生意的买卖，希望各位啊提高警惕，就是它一个东西它要，三万，它要三万，那么你啊，你说啊，这个可以便宜。